尿尿的声音，你要引起邻居干嘛？撒尿。走，开始了。我们要去撒尿了。庆南五十三，就是每个地方产的石头，这种是庆南那个蔚山市产的石头，这个是那个全罗南道的金浦出的那个石头，每个地方的那种。那只是这个小区做一个景点。嗯，对，嗯，这种花岗岩呀，还有这些石质材质，是在哪个地方出产的？大理石什么的，对，搞得跟卖石头的店铺一样。对。消防局119。去消防局干嘛？去寻找，去小便呀。牛逼，走。对。在那个国际市场吃完饭，然后坐地铁去那个釜山那边。国际市场远不远？国际市场这儿有20分钟。20分钟啊。那他有看到那个化妆间停一下吗？行，我们全跑关了。行，没事，我在车里。한국에서대한민국에처음에왔어요아그래요근데지난번북한도가봤어요작년에촬영갔어요그래요네아이고아이去过中国旅游去过上海然后上海周8天7夜然后就到北京还有那个秦始皇陵什么这些北京故宫都逛过好多人好多韩国人都过去对对看阿姨皮肤也非常好啊마지막문제있어요他们这一直都是有保养이번에피부가너무좋아해서어떻게보양하는거궁금해서그물어보는거아내피부가너무좋아요아그렇습니까네아이고맙습니다뭐특별히하는거는없고네그냥세수좀 、네、잘하고깨끗하고깨끗하게 、네、하고좀이뭐라카나화장품으로서、네、이래좀쓰라수가네하고经常有就是经常使用韩国的化妆品啊什么的然后이래붙이고마스크팩也经常敷面膜对那现在一个月在化妆品这上面得花多少이모님화장품용도는얼마정도아조금먼저우리는나이도、네、좀있고이러니까、네、피부가자꾸막건승이돼가지고아네그렇다보니까화장품가격을조금이래높은 거를 높은거를사용하다보니까、네、화장품가격이조금드는편이에요对比较贵一些但是阿姨就是因为年纪增长有皱纹呀或者是那什么会选择一些高端一点贵一些的化妆品来保养对아근데조금있으면은、네、뭐얼마안있으면은설날이잖아요、네네、좀땡겨서이야기하면은아예73살이에요아74岁네아예 그렇게안보여요 그래요네 진짜로요 아니가고싶어요 네 非常 기회가되면은 네또뭐중국으로가고싶고그래요 네, 네아이소有机会非常想去中国旅游再去去过一次是吧对去过一次欢迎안녕히가세요、네、좋은시간가지세요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云豆大理云豆大桥然后那儿有海带看到了吗海还挺干净的很干净
학교가타는게빠른데남포역이남포역이요빠른부산대가려고네부산대학교이쪽에好，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釜山站这站一号出口，然后我们要进釜山站，对，釜山大学，釜山大学，釜山大学站，然后有差别。我们现在因为之前有那跟敏秀那个聊过嘛，然后敏秀又把她的妹妹，然后给推荐给我们，说的是她妹妹在釜山大学上学，然后联络了我们一下，然后可以简单跟她聊一下，让她简单介绍釜山大学这周围的校园环境呀，毕竟生活在釜山嘛，对对对，要熟一些。干嘛？不知道该干什么。这是什么？三等奖啊 ，LG 就是有 Plus 是一个通讯社嘛。嗯。然后还有三大通讯社，一个是 KT， 然后 U Plus， 还有 LG。对，要换个膜是吧？啊，他抽这种奖，三等奖是强化膜，你们要换就你们换。手机贴膜。对，手机贴膜，百年老店嘛。好的，我고맙습니다，我감사합니다，네이따가자주올게요。나는네우리네여기세번에여기감독의저쪽에있어요네아까이쪽에나온그혹시이름이그미나아미미나네미나씨아반갑습니다네어디갈까요어디안안에네그친구분이어디있어요친구가다가야돼가지고갔어요갔어요혹시그이쪽에맛집이라아니면대표음식뭔가안녕하세요네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전외감독감독님네哦，女孩子是不是不喜欢我说？啊，식사하셨어요？아니요。아지지금밥먹으러가요。아근데일곱시에네그친구네중국인친구만나는데아예그때밥을아그오케이네그냥간단커피네커피랑아니면마시라고中国的中国的朋友是七点过了。有中国朋友咖啡店。下午就跟同学在学校那个什么，对，上完课然后聊聊天，弄一弄这个，就是申请什么东西啊？釜山大学的这种一个恩熙百货店没？啊，对。啊，百货店。百货店一块钱。啊，对。这是不是学生也能结婚啊？釜山大学에서대학생결혼할수있으세요？嗯，학교다녔을때。对。啊，可以结婚。对，看到不少那个学生样子。是釜山大学，是国立的一个大学，然后是在釜山地区是第 number one 第一名的大学。我刚才问他这边有没有那个宿舍，寄宿舍，然后这边有个宿舍，然后山的那边也有宿舍，对，马上。最近就是他们宿舍有出过事件，有一个就是脑袋不太好，就精神失常的那种的吧，去宿舍有过那种就打人事件，然后就是现在宿舍管理也比较严格。对，就是不是在这里边住宿的话是不能进去的。本来男生可以进去。嗯，可以进去那什么，但不能居住啊，不能住。저혹시그부산대학교는외국유학생들많아요？네，중국사람도엄청많。엄청많아요？我问他这个부산大学留学生多不多啊？他说挺多，但最多是中国留学生也挺多的。这个是装有韩国未来的一个那什么历史。博物馆学校的那种校馆史吧，那种传统的东西吗？这也有传统东西，然后也有这个出让学生去学习然后参观的这些历史这些数据什么的。那现在是开放的吗？一个提供开放还能多少个学生？对，也可以进，但你上吗？不用爬上去，就有点关门，六点关门了，现在快六点了。哦，六点关门。嗯，不是，他现在是寒假期间哈，但是学校校园都开放的。也会，就是放假了嘛，然后也会自己来自习，来学习什么，是开放的。嗯，학교식당도음식은맛있어요？네，맛있어요。여기가있는데去食堂，엄청싸요，非常便宜。그리고왓도있어요。아，왓도有没有中国菜？中国因为有很多留学生，한식에네그중국음식그여기여기서그중국유학생많잖아요
그 혹시 그 중국 학생 입맛이랑 비슷한 거 중국 음식이 있으세요? 학교 식당에는 없고. 아, 없고. 아, 밖에 그냥 있어요. 학교 외 그 식당에 매우 중국 그 중국 그 부족 중국 인 口味 的 내용 吃的, 但 학교 외 요. 식당도 한식의 찬딩. 식당에 다 한식으로 한식 위주. 네, 위주. 위주. 한식 위주. 와, 대박. 그 돼지국밥도 네. 학식이 있어요. 아, 예. 돼지국밥은 在釜山有名的那个猪肉汤饭，돼지국밥。원래여기가식당인데지금은닫아있어요。네，방학。原来这个是食堂，然后现在因为放假，现在已经关了。啊，那个是那个巴士是在学校环绕学校那么走的那个公共巴士，然后也刷卡的话可以去那个艺术馆，艺术馆那边对。嗯，那是不是可以全部还了？对，全部还了。现在一直都有，是吧？对，一直都有。那你问他现在有没有学生在？有没有艺术系的那个？지금혹시그그예술과학이지금학생도없으시죠？네。아직은没有。现在없을것같아就没有。일요일이라서또。아因为是星期天嘛，然后就没有。지금학생회장이랑학생회장이이제제가추천해가지고하게됐아这是学生会会长，然后他每年的那个就有名额嘛，然后他会选择那个下一届的那个什么学生会会长，就可以安排就升级了主席。我这一说还真是了，是。